去哪儿啊？找个新工作了，在酒吧唱歌。酒吧？你不是最好的那种地方吗？对啊，晚上有时间来听我唱歌。 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你给我整这个是吧？不是，是他们。什么？谁呀？你这商家也太黑心了吧！就是啊，刚刚说请他们喝酒的是你，凭什么要与新赔啊？啊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……算了算了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现在去取钱。去啊！现在收拾东西吧。啊，拿钱换钱，抵押知道吗？这我们的钱。去啊！取钱吗？不是，我们走吧。不讲道理啊！ 说你能不能别晃了，我头都晕了。要不我们报警吧？咱能别闹了，行吗？那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们仨凑点钱，帮我一起把琴赎回来。大不了这位不买化妆品。对对对对，我再让我爸多给我点零花钱，我可以找我妈。你们回去吧，这件事我自己能解决。哎，雨欣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。 算了吧，雨欣她不会要我们钱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我觉得那个酒吧老板肯定不会放过雨欣的。再说了，那个情对雨欣那么重要，那个人看起来就能坏，肯定不好搞定。好吧，哎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报警。 实在是不好意思，那个雨欣已经去取钱了，一会儿就来。就是，我们知道雨欣第一天上班就跟你惹这么大麻烦，哦，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酒吧，对于那些酒啊都不太了解。哎，我觉得那酒挺可爱的，你可以拿给我们看一眼吗？谢谢，就那个，谢谢你啊。哪个？就这上面那个。这个。对对对，那个哦，对不对？右边那个，哎，是那个蓝色那个。哦，这个。对对对，就那个。 哥啊，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是啊。所以啊，刚刚雨欣过来求你也别太生气了好吗？哎，小事儿，那都不叫事儿啊，妹子不用放在心上啊。所以我们就加个微信，互相交换一下电话号码，要不然怎么方便常来呢？对啊。哦，对哦，你倒提醒我了，不行了，也该成个家了啊。干嘛呢？ 咬我！我闪开！要跑啊！跑是吧？啊！
看到没？太黑了，没看清。太黑，没看清。我去，这也太难跑了。咋了？去那边，那边。下面太黑了，再往前走吧。那肯定在那儿。那咋着啊？去你那边。你平时是不是装的女神呢？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这不是为了他情吗？对啊，雨欣，你的情没关系，沾沾就好了。都怪我们太鲁莽了。你讲，我不要。你讲干嘛？不要，我怎么？我也不好说啊，我不要雨欣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我再求你件事，跟我们一起参加蜜少决赛。是啊，雨欣，你就加入我们嘛，现在我们舞跳的可好了。就是啊，而且评委还夸你的歌写的特别棒呢。我上次还跟评委说，决赛的时候我们四个一起呢，你不去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。雨欣，不是，是不是又生气了？怎么办呢？但是，从明天起，我答应教你们跳舞。快！哎，雨欣，雨欣，你不是骗人！